我们去悄悄看一眼，不要发出声音，千万不要被现象发现。如果他看到我们怎么办？一定不能被看到，被现象看到会倒霉的。谁说会倒霉？张雪峰他们都这么说。不要听张雪峰胡说八道。我阿奶说，西强只讨厌不听话的小孩。我不想干西强了，我害怕。我们是男子汉，都走到这里了还要退缩吗？对，我们是男子汉。小葫芦你怕不怕？当然不怕了，我可是女人。我阿妈说，作为女人要坚强。别怕，你跟着我。哪个是谢强？长最高、最壮、最厉害的那个。阿强给大家伙。我看到娃娃了，还有红豆姐姐和阿瑶叔。那他会严格过来。那是他们旁边那一桌，那一桌都是男的。阿强啊，你可要好好的孝敬你阿爸阿妈呀，你可不能对不起他们。你进去这些年，你知道你阿妈阿爸过的什么日子啊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呐，就知道赚钱。你还知道吗？你阿爸贫血进医院呐。哎呀，就不说这事儿了，谁敢保证不生个病是不是？阿强，赶快给阿生母敬酒吧。哎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阿强，你在监狱改造这么多年，阿伯阿叔们都相信你改造好了，将来呀洗心革面重新做人。人嘛，没有不犯错的，改了就好嘛。就怕你啊管不住自己的手，偷东西成瘾。我过去一下。哎，来，阿叔，阿强现在喝太多酒了，这杯我替他喝，来。你替？我跟阿强是发小，是从小也没少吃凤姨做的饭，你说我够不够格啊？够格。来，哎，干了啊！来。我给各位阿叔阿伯把酒也满上啊，加点儿。好，谢谢。这人啊，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犯了错走了弯路，也改造过了，谁能保证这辈子不犯错呢？对不对？古话说得好，浪子回头金不换，这事儿咱们就让它过去，而以后也别提了，主要是提了也没用。知道各位阿叔阿伯们是为了他好，但是呢，这在外人看来啊，还以为是自家人嚼舌根，这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确实也是为阿强好。哎，算了，以后咱就不提这事了。好的啊，不提了，不提了，以后不提了是吧？不提了啊。好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高兴，大家一起喝一个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我看到了，站起来的那个是他，一定是他，他是谢强，果然又高又壮。来，动手。小葫芦啊，你们四条小萝卜吃饭了吗？轮到了，快跑！跑什么？别管他们，玩呢。来，咱们喝酒。我还我。少喝点。凤姨家的亲戚可真能喝哈、啊！哎，红豆啊，等一下，来，这可不是剩菜，给阿奶带的啊！哎呀，谢谢凤姨。哎，大妹，我看你挺爱吃这牛肉的，回去晚上跟娜娜一起吃。哦，谢谢凤姨。哎呀，今天谢谢你们哥啊，真是帮了大忙。没事吧？回去给他煮点解酒的，哎，赶紧去忙去吧。啊，
喝的不少呢。啊，嗯，走了啊，哎，凤姨再见啊，慢点啊，好，哎，我拿着吧，给他弄点茶。好，那个下次有喜事来找我啊。阿妈，哎，儿子，阿妈，阿妈，你别哭，我回来了，儿子。我不哭吧，妈。哎，醒了，渴不渴？脸皮还发烫呢。哎，你怎么那么醒啊？一个人喝翻一桌是吧？那么难受啊？还行，就是有点犯恶心。阿奶呢？我让她下去睡了，锅里给你留了晚饭。那你照顾醉鬼了。哎，你其实还行，酒品挺好的，喝多了呢就是睡，也不吐，也不闹。可是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上了年纪啊，酒还是要少喝。那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太伤身体了。什么叫上了年纪啊？我正青春，好不好？喝了点酒，脸就肿得跟发面馒头一样。还正青春呢，啊，是不是？累了。算什么呢？钱呐，都是钱呐。我跟你说呀，我这两天才体会到什么叫花钱如流水，就哗啦啦哗。你要是干得好的话。这不就跟大风刮的一样，也是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。姐，你接啊，希望如此。
哎呀，照顾我辛苦啦！让小生我投桃报李，给你按摩放松一下。你不累啊？累，来，靠过来。你歇会儿吧。没事儿。啊？来。哎呀。舒服吗？嗯。你呀、啊，不要这么累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说啊。哎，瑶啊。嗯。你知道吗？嗯，这个累跟累之间呢，哎呀，它还不一样。嗯，你看有一种累呢，就像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，是吧？还有一种累啊，就像翻山越岭，是啥？特好玩。那你现在好玩吗？姐姐，姐姐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农场摘了点菜。赶紧换衣服，带你出去玩。去哪儿啊？看节目。走了。你当然要跟着一块来呀，难不成让我跟你爸妈单独聊孩子的事儿啊？妈妈来了，快上车吧。干点卖净水器，什么时候了你还卖净水器？这样行不行？我帮你卖，我帮你卖十台行吗？行行行，好好好，挂了挂了挂了。阿爸阿妈没有吵架啊？你干嘛啦？今天咱们要演出的日子要高高兴兴啊，是不是、啊？小葫芦阿妈，嗯，上车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没有吵架，是不是、啊？来，出来出来了。这个车还有位置吗？啊，有。哎，好。对了，这是我朋友来帮我录个像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那你们也快上车吧。哎，我们就上这车了啊。郭老师，你跟我坐。啊，我跟你坐呀。嗯。你爸爸妈妈呢？我阿爸阿妈不在家，阿姨阿姐来不了。啊。那你就坐这儿吧。哎，你就坐这儿吧。万军姐，来这儿。哎，我去跟小春坐，你坐吧。啊、也行也行啊，你们俩坐吧啊。嗯。来。哎呦哎呦，跟你坐。哎、嗯、哦。这是谁呀？安姐。对。检查一下安全带都系好了吗？系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出发了。系好了吗？师傅帮忙吧。小心台阶，慢慢的走。这不好玩了。你看姐姐，因这个，它这个一转就开机了。亮，然后跟这个就是录制，你看这就录了，然后它是自动对焦的。我会了，我试一下。小葫芦，小葫芦，下一个，我来吧。天上的二月，地上的二月，春光很对的美感。
下一个节目由云真幼苗幼儿园原妙班带来的合唱《祖国，祖国，我们爱你》，有请。不用上场了。女儿在这边演出呢，明天呗。行，明天上午9点吧，那就，好吧。好，好，好，那说好了哈，明天见。嗯，挂了。小川。哎，霍老师。嗯。我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。啊。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儿，你这一生气再骂我一顿。我今天那个谁啊，那个。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，所以这事儿呢，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。哎呦，你有话就直说呗。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。啊。啊，我虽然不懂教育啊，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，但是这事儿我要不跟你说吧，我心里边都特别别扭，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。你能不能别车轱辘话来回转，你直接说。你没看出来？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？看出来了，没站中间嘛。孩子都想表现自己，我知道。看你看你看你看，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。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？嗯，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。如果不能做到最好，爷爷奶奶就会说这儿的学校不好，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，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。孩子表现自己，不是为了争强好胜。而是害怕离开你。他们小葫芦吃个蔬菜，营养要均衡。谢谢爷爷。乖。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？一点都不挑。奶奶，我阿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，还给我读故事，还教我很多字。是吗？现在认识多少字了？很多很多。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，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。长太高啊，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哈。对。以后回昆明上学，奶奶呀，天天给你做好吃的，爷爷给你读故事啊。爸，其他的事儿都好说啊。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，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。其他的好说，上学必须去昆明，孩子教育的事啊不能耽误，这事不能听你的。我是这么计划的啊，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了，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。那学习能跟得上？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。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儿，那我觉得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。我跟罗全大学毕业，我做点小生意，他卖个净水器，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非常有限。那么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，是我们觉得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。听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不约束不管，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，以后明显的比你俩加起来都强。你们两位本事，就不打算好好的培养孩子了？怎么不培养啊？
把他送去学校，不就是在培养他们？还要怎么培养啊？非得给他报个班，让他学学乐器，学学画画，然后学个奥数，得个奖，这才叫培养吗？那谁不送孩子学点艺术？学艺术可以啊，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，我可以让他学刺绣、学扎染、学雕刻。最近我们村里还来了两个画家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把小葫芦介绍给他们。小声点啊，这是在外面呢，别影响别人。是啊。小翠儿，之前我们怎么说的？是吧？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，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而变化吗？我看小葫芦跟着你，早晚一天养费。怎么叫费啊？我们小葫芦现在有很好的阅读习惯，很强的求知欲，他很勇敢，很善良，很有爱心，很讲义气，很懂礼貌。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？他想当一个宇航员，这在您眼里是废吗？在外边呢，别吵架。你怎么当爸爸的？葫芦啊，阿妈问你啊，平时我是不是有点凶啊？嗯，真的？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？你告诉我，我改。我希望你变得开心。还有呢？没有了。变得开心以后，你就是100分。哎，嘿嘿，葫芦儿，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也不用什么事情都要做得那么好，不用非要得第一名，不用什么事情都那么的懂事，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，只要你过得快乐。在阿妈这儿，你也是100分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要去河边钓虾。去。如果我跑去河边玩，你还是会打我。嗯，对。哎，你好，师傅。对，我在这个洱河北路这边。好的，好的。拿书包走，拿好你手壶。来了。嗯。你等等啊，他们要拍照。拍照。嗯。阿耀说做宣传照用的。这是苍山洱海吧？对，就是苍山洱海图。这得绣多久啊？大概几个月吧。看这里。你干嘛？谢总，我这儿可以了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谢老师，你要送给我什么呀？就一件衣服。啊。衣服现在不多见了，你看，啊，好漂亮啊！这是我阿妈以前的嫁妆，是我阿奶一针针绣的。
这么珍贵的衣服，你要送给我呀？嗯，本来就打算留给阿耀媳妇的。那要是我们结婚又离婚了，这衣服还算我的？送给你的就是你的了。好看，好看。哎呀，我也舍不得穿，我要留给我的女儿或者是儿媳妇穿。哇，娘娘，这些您都送给她呀？我保存不好，怕被虫咬坏了。熊子，这你要是收了，不嫁给我你可说不过去了啊！我不管啊，给我就是我的了。谢老师说的是吧？是，是我说的。你可真是沾了光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些绣片啊，现在想买都买不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唱歌的娜娜酱，我又回来给大家唱歌了。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直播了，本来是打算不再做主播的。我现在人在云南，在一家咖啡厅里打工，认识了一群好朋友，我们都住在同一个小院里。除了唱歌呢，我以后想给大家讲一讲我跟我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，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老规矩，先唱歌一首《我会守在这里》送给大家。你们干嘛呢？哟，姐姐，我们小院团建呢。团建？曼君姐要加入吗？这不是娜娜吗？嗯。你怎么也刷个游艇啊你？有钱直接给娜娜算了。夏夏，咱不用刷这么贵的，咱们主要就是给娜娜制造一些声势，热闹一下就行了，不用刷这么贵的。这些看直播的都什么人呢？怎么都这么有钱呢？娜娜今天重新直播，这刷礼物的人格外多。要不然我也搞个直播吧。啊，你直播？啊，你直播骂人吗？胡有余，你笑什么笑？我骂你了。你看，你看，小二的人都在笑，他只敢凶我一个人。哎，就你一个软柿子，不捏你捏谁啊？曼君姐。不是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哎，一会儿教教我啊，我还不会玩呢。好的。多少双？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。吃下远山的风景。好了，今天的直播时间差不多就要结束了。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。你是想通过直播来立公益的人设吗？我现在的老板在我今天直播之前给我发了一段话，我念给大家听。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永远会有人爱你，有人恨你，有人支持你，有人看不惯你，想要你好，想要你死，想要你自由，想要你按照他们的想法生活，理解你，误解你，曲解你，但每个人都是如此生活，没有例外。所以随你怎么想，亲人们，明天见。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。Thank you.
徐总。哟，叶森。谢总说你这儿今天写瓷砖，他自己有事来不了，让我过来看看，怕你需要人。他自己呢？忙什么呢？他以前同事给他介绍个投资人，他陪人家去村委会。啊，什么投资人？你没听他讲过？就是一个专门搞旅游开发的，说是来大理玩，不过人家自己开车来的，估计是跟书店那个刘总差不多，怕被接待。车停了吗？喝茶。啊，差不多了哈，稍等一下。刚才那个墙啊，有些年头了，我们不准备拆，就维护着，很有时间的味道。其实很多老宅啊，我们都做着保护性的维修。书店的店址选在哪儿啊？选在村子的最里面一处老宅。来，刘院长，好，随便坐。玩的怎么样？开心吧？啊，太开心了！我跟你讲啊，泽清这个死鬼，他讲他住不惯楼房，娃娃家的房子已经很大了，他还讲像住在火柴盒里，空间小。不过呢，他在外面吧也没什么朋友，这些日子真的是给他憋坏了。他肯定住不惯呢，他这个就是山猪嚼不了细杆，你嚼得惯。当然了，啊，我过得很开心的。小区外边的，菜场啦，大超市啦，我摸得清清楚楚。哎呦，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，你去问，没有一个不认识我的。谁家有几个孩子啊？孩子是做什么的？一个月拿多少钱？谁家的孩子听话？谁家的孩子不孝顺？我通通拿下。阿贵婶不搞情报工作啊，还真是可惜了。他就是爱打听。你叫阿强在家吗？晚上我去玩。在呢，可勤快了。这个家里啊，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还到地里干活呢，还学着做饭呢。现在，你看看，我就讲嘛，刚刚进来就看你红光满面，这就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个对。哦，哎呀，好了，贵婶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上班呢。又在赶我了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还要去看宝瓶呢。啊，你们忙，你们忙，慢点啊。啊，您慢点。青岛的海鲜真的太好吃了。慢走啊，婶儿。好好好，走了，慢走，慢点啊。来了，你们的海菜炒芋头。谢谢。花婶。哎，阿瑶，刚刚还说到你呢，幸亏啊你们凑合饭点来，要不然啊都没地方坐。生意这么好呢，啊，恭喜啊！好多人呀，那专门从镇上跑回来吃。哟，不过我们准备歇歇一段时间。啊啊！你向东叔啊，那胳膊疼得打蜂蜜针，那两条腿又静脉曲张，医生让他休息。我们倒是跟红红两口子商量了一下，下个月啊他们两口子回来，跟我们一起来开饭店。红红两口子要回来呀，那太好了。那你们慢慢吃啊，有什么需要叫我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谢完了啊。我跟你说哈，幸亏叶森在，一箱一箱打开检查，有三箱瓷砖装错了，直接就给寄回去了。之前小院装修的时候，我不是盯过，有经验。哎，投资人见的怎么样啊？没怎么样，就先过来看看呗。毕竟这种事儿，村子也得问上级的领导，那关系到发展政策上的问题嘛。没问题的。我投资眼光还行吗？那是。要说投资眼光，徐总，我最服的就是你。你最擅长的就是高风险投资啊。开民宿算高风险投资啊？你不是把你的下半辈子都投资给谢总了吗？我跟你说。这个民宿如果开得好，我就在其他地方开分店，
我自己又不是不能赚钱，他要是哪天对我不好，就不要他。这叶森就是一搅屎棍。这位女士，可否与你共奏一曲啊？好啊。总是向往，几近理想，越是渴望，越笨拙模样。在故事里也可以生长，吹开吧，吹开你我脸上忧伤，心更空旷才会有光，想要的故事就发生在身旁，没山庄，哎，大麦的狗出来了，大麦呢？哎，这个大麦啊，就很像那个。哪个呀？就那个。姐，来杯拿铁。哎，你头怎么了？我不是拍那个师傅在打我一次吗？师傅揍的。我讲，我可以跟你合影吗？我可以啊。你男朋友拍照技术好好哎。他今天操场发挥的。完了，姐，我很喜欢你，我特别喜欢听你唱歌。谢谢，以前经常看你的直播。谢谢谢谢。娜娜现在是大明星了，每天都有人来找她拍照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对，我们这儿是有一个叫娜娜酱的员工。你们要骂就过来呗，我告诉你地址啊，云南省。还有人打电话呀？打的人已经少了，但只要他们来电话，我就让他们过来。哎，来喝咖啡啊？啊。额头怎么了？
我不是拍他那个师傅再打我一次的御用挨打演员，明白了吧？姐夫，哎，啊，罗建哥，姐，你别凶他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能劝你爸，你就劝。你要是劝不了也没关系，但是小葫芦这件事儿，我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。我，罗全，你真的是我见过的最磨叽的一个男人。你已经30多岁了，现在还什么都听你爸的。你爸刚刚50多，他现在就觉得那些卖保健品的人呢，就已经是他的亲戚了。以后这个家得你顶起来啊！你不能什么事儿再听你爸的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呀？你知道。你也让我说两句。好，你说。我爸他答应了，他说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。怎么突然答应呢？我跟他说，你应该不会复婚了。他没办法。什么叫应该我不会跟你复婚啊？这事儿跟我什么关系啊？你看这些年吧，你也没再找了，我就觉得，也许我们还有机会。不是，等会儿，我们理一理哈。你想跟我复婚？啊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一直都想，一直都想。罗超，咱俩离婚3年了，这3年我一直没找，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我跟你在一起的那段时间，我觉得就是……当然，也怪我那时候小，可是同样的坑，我不会再跳第二次，你明白吗？明白了。明白就行。天也快黑了，你也回不去了，先去我们家吧。有什么事晚上再说，我先上班了。脚步也慢慢被抚平。
风的地方。